欢迎来到好好说爱巴拉贡，我是来自 Portman College 的 Mui， 我是来自 Portman College 的 Peggy。 今天呢，我们将会带你拜访布拉港新村最出名的烧腊饭店。哇，烧腊来了耶，我们很饿了，很饿了耶，怎么办？嗨，老板你好，嗨，老板，啊，老板，请坐，请坐。陈老板你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那请问一下，你是怎样可以你是几时在开店的啊？在2000年的时候。在2000年的时候啦，那么你真的你是有什么师傅吗？你们的烧腊是那么的好吃？没有说什么师傅，因为我本身之前是沙亚的啊，好像去问了，去问那个老板他们怎么样烧，怎么样配料的。我们的节目也到此为止，希望我们在下一集的那个好好食巴拉贡再见。下一集我们将会介绍你们更多的美食，然后过后拜拜。大家好，布拉港除了工业区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美食。感谢我们的 Portman College 的合作，把我们的美食指南弘扬弘盛布拉港带上你荧幕前。